飞鹰创历史入总决赛。嗱，着住劲沙粉红鞋嘅吕楚威同班队友咁嗨，皆因咧飞鹰继赢咗常规赛冠军之后又创历史，以71-65击败咗福建，场数赢2-0，首次杀入去男篮总决赛。真系都会系积极去备战啦，因为即系我哋今年第一次入到去呢个总决赛嘅，我哋大家个士气系好高昂嘅，我估希望系打啲士气波去赢佢哋咯。嗱，唔好睇35岁嘅吕楚威喺后备席度帮队友打气咋。呢位今季由永伦加盟飞鹰嘅射手，今场攻入咗18分。由于尾场永伦以72-61赢咗南华，场数攀平1-1，所以礼拜五就要打生死战，先知道边队会去斗飞鹰啦。